这是一场人类史上与外星人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。由于情报被外星人提前截获，导致士兵们还没看到外星人的影子，就遭遇到了沉重的炮火打击。一时间，士兵们死伤惨重。阿汤是一名被强行送入战场的军官，他的表现连一名小兵都没有。队友发现大批外星人已经杀了过来，而阿汤却连怎么开枪都整不明白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隆起，阿汤提醒时已经晚了。片刻之后，整个作战小队被一只外星人团灭，而阿汤也终于打开了枪上的保险。在他的一通乱射之下，外星人竟被奇迹般的打死。就在阿汤为之欢呼时，一只更大的外星人来到了他的面前。这是一部宇宙无敌天花板级别的电影，这其中宏大的战争场面绝对是你没见过的。如果你没看过原片，不妨来看一眼。